风狂吹，两只黑翅鸢脚爪紧紧抓住旗架，身体被风吹到狂抖，不断发出叫声，你没飞起呀。这个风真的有够狂，腿力大考验就比这一次。右边选手一度 good 的差点出局，还好最后一个 move 还是有 hold 住。两只黑翅鸢屁股毛被吹到炸裂开花，露出雪白美腿，结果右边选手被风吹到俩拱，干脆弃权自行离场，让左边伙伴傻眼，眼神仿佛说出你被气都无。也有网友设计口白，老公我没踹你耶，屁股炸毛画面真的太疗愈，网友狂赞支持无限回放，说好一起乘风破浪呢，被泡泡的卡称穿帮了啦，这组卡称高清无码。原本黑翅鸢应该散发高冷气息，是霸气神鹰代表，结果被风这一闹，屁毛开花，吹到不成鸟形，形象瞬间变成搞笑演员。那为了保持平衡这样，那所以就是一直在翘屁股，那这个画面就非常好笑。黑翅鸢属于鹰科，身长约35到38公分，吃小动物为主，肉食猛禽，明明很派，但被风吹到炸开屁股毛，变成超萌焦点。如果他本尊知道卡称被看光光，内心应该很更笑。这张春华、黄世瑜评论报道。中天观众有好康，就是请你上快点购买这个雾化器呢，送水神是一举两得。当然我们现在有推出了三种好康的组合，有效帮你保护起来，保护家人。那么防疫不能等，赶快上快点购来买，要输入我的推荐代码 CTI108 就有折扣了。